我们这回来，先洗衣服后拖地，也不知道我老丈人这日子是怎么过的，那什么眼神了那是。老丈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吃这个香蕉叶，你们在国内吃过吗？香蕉叶撒上芝麻，然后油炸着吃。特别脆，那么你没不跑，不没了的，没，就这么一点点油，涮一下就行了。那么有菜，不米了，要往米，火太大了。我说这怎么用呢？来来来。接他那个眼神儿，来，热不热？爸爸，你穿这个吧，他听不懂中国话，你要跟他说老挝话。爸爸，他听不懂中国话，那是你的鞋，那不是他的鞋。拿着吃吧。火把子不？哦，那你，啊，来了的等你，嗯。婆，叫八十八回事了。八十八。嗯。你八十三，交交了。嗯。好了。好了。嗯。走走走，去给爸爸办理护照，办理签证。阿婆。胡太昂。照片，说中国话。照片。嗯。先拿着吧。不要拿。不知道要不要拿，估计要拿。万一要拿呢？这个。嗯。佳佳跟你外公在家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先把 WiFi 交上，问他一下号码，他们那个应该能查到。没有 WiFi 什么都干不了，电脑也不能使用。有人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吗？这花开得好漂亮。现在他们的手机卡也要实名认证，不实名认证还是用不了。嗯，中国一样。不了，取点钱。我说取点钱，取点钱去给爸办那个护照要钱。你的卡你拿着呢，银行卡在你手里呢，快帮我看，给我
我的银行卡他拿着，我得让他放心。我想要中国卡。想要中国卡，回到中国给他给你办。要你，先办给我。好，中国银行卡就交给你，等一下。去买菜，爸爸的护照现在已经办好了，帮你加急呢。去买菜啊。钱呢？你的钱呢？我没有老钱。没有老钱，有中国钱。买点菜。家里边肉还有没有？看。妈。先去买菜。好长时间不来这个菜场了。我上上赌上赌弄不破你。什么死那掉呢？压不密。别洗哈。我怕没念。快不不两怕。这不应该跟两个好呢。好吗好吗，回家跟多尼迪是不快不跟后不要跟嗯。你哥哥来了，慢点慢点。卡密有几？两。两。密，有些密，有些老。哦，中午咱俩没问题。嗯。嗯，二百十六。哎，用不成吗？可以送点，这么爱吗？嗯。嗯。你们跟俩男朋友？没有在哦。哎，妈还找你男朋友。男朋友是坐在你不得看对吧？不得看对啊。嗯。哎，妈还找。快熬快熬快快熬来来的。你那你那你那包可熬了，都快熬。嗯，快白熬，快白试试得了。嗯。你没有开气吧？气没有打开吧？哎，正潮呢。嗯。好，来来来。你下做了他个水坏了。说他。嗯。个水做了他个坏了。快把个水做了他不坏。死了。对了，你现在。有你，嗯，不没。要给你扣。张静呗。哎，给你扣。有你。嗯。好了，你。哦。
来，叫呼好不？好。呼好不？阿弟。嗯。好。呼好不？想不想来好不？我想入门。咱们。嗯。嗯。咱们不干了，还叫他们被送快的。哦，你办。叫他们被送快。该，不叫更好呢，更好了，白送叫。嗯。哎，不用回来。哎，有送点，不能挨骂。不叫呗，不叫，更好了，白送。嗯。嗯，走走走，做饭，吃完饭去送你们。佳佳，你看你丢的。你的玩具给你收一遍又一遍，收一遍又一遍。